这家正啥里装修，装修那啥了？那地道屋里脏的没法儿，咱给往这好歹整整整整吧，看皮鞋改的买。是啊，这挨个热水器嘛，就整整。是啊，嗯，要不那冬天了应该过秋了。就是装装嘛，到冬天了也能洗了。大娘，哎，你来了？哦，刚回来，从俺娘这儿，我说赶快上来看看你。给你买饭吃了，在这吃了。我一会儿去俺娘这儿呢。这还吃完呀？这做中饭了。大米汤、汤卷。哈哈哈！那啥呗，给俺大娘买点虾，还活的，你把它放盆里。叫人家爹给你做做。买点虾，买点牛肉。那就贵了，给买个咱家的虾。住两天吗？住两天。啊。叫那啥，叫俺爹给你把那牛肉炖炖。都不。买啥呀？我也不知道买啥。奶，我看家里成天开。啥？我跟你说，我看看奶，俺大娘的奶粉也不断。一个去看了，俺家没有虾。哎，姐从俺家买虾还得到那儿去，虾还是数量有限。我虾还是不多。放哪儿买？买的不是一点点能吃吗？能吃，虾能吃。牛肉了，叫俺爹给虾你不待见着。你大娘都待见，俺也不待见。俺这一年都俺都吃不了。少吃几个，俺那个营养高。营养高跟上，营养高你吃不了营养。俺吃俺的这个吃虾的这个螃蟹的这类的，俺都吃不了的，不待见这个。但是那还挺贵啊。这又是了，没得了，走走了。牛肉了，你看跟大娘编了，浇上肉馅。这个牛肉饺吃吧。哎，对，要是说给俺炖牛肉面，不在那压那什么，牛肉馅饺。这给你大娘，你买这个块牛肉，给大娘买心了。你大娘还是这几天了，想吃顿牛肉饺。哎，那个好，那馅儿搅烂了，搅烂乎了，然后你给它调调是呗？整点大葱。哎，俺心想给你买这块牛肉，给你买心了。啊，买心了，再讲讲，再两天吃这个牛肉饺。好，我吃牛肉饺吃新鲜。怎么你在哪天你在家吃来了，俺妮妮敢替大伙吃来了？我这回来来回跑，你看在俺娘这儿，还得去龙阳这儿。你就这样，你等俺大娘做吧，我等个我嘞，俺大娘教教，给俺大娘吃吧。嗯，等我啥时候不忙了，我就来。叫你提早饭吃去，在那坐歇会儿。大娘看那气色也行，身体啥样？我说我。你这，我跟你说，大娘，你这走路你这，我讲把你活120多岁没问题啊。哎，你好好活。等我在这个孙子重孙子重孙女哈，到时候有了你还得给抱一个呢，能凑小姨丈，小姨丈也到了，不是俺家人了，可不是男人了，哈哈，就是好好那个养着身体，那个走花车你看那个走，大娘说人家大娘家的身体壮。哦，就是啥也吃都摘。吃饭点是听话前天。嗯。这几个关开始装修。哦。哎呀，一天都背了，没事。画纸铺铺。嗯。好了，咱装装吧，装给冬天睡觉也方便。我家那个太阳能一盖到古北头以后，不是啊，冷了还。嗯。俺都睡觉讲没都凉的，一凉了都不愿意的。嗯。我家那个洗澡屋里头又进一个小屋。洗澡那不拉啊，洗澡那是不拉，这个小外边儿了那啥。对呀，那样温度能控制住，就挨个浴吧，自然能，就是早早吧，早早了，要不老得差不多得每天去铺床，就是。不累。你在这吃吧。你别管了，我去咱娘那，咱娘在家等我呢。